各位来宾，大家好。刚才卓宇做了一番激情的 Streampark 演讲啊，非常激动。我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我是来自 Apache Flink 社区志愿者陈 Zhengyu，然后目前长期从事游戏行业的一些数据开发工作，以及开源大数据的一些周边组件的一些开发工作。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就是 Flink K8S Operator Autoscaling 的一些自动调优的一些介绍，希望这个主题对大家的工作能有所帮助。 我会对这四部分进行展开一个介绍。首先会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Flink Operator 以及它的一个发展历程，然后第二点会介绍一下流式作业自动调优的一些原理，第三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Autoscaling 里面的一些细节，第四点是介绍一下一些社区的后续规划以及是一些 QA 的环节。首先，我们先来对 Flink Operator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然后 Flink Operator 是一款云原生的一个应用，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检测、监控 Flink 作业部署状态以及维护 Flink 作业的一套全生命周期的一款应用。它主要的目标呢是实现 Flink 部署、维护等流程的一些自动化，让用户无需要关心内部的一些细节，即可完成 Flink 作业的一些快速部署。如果是依靠之前单纯的 Flink 内部集成，是没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 自动化的一个流程的，所以我们才引入了 Flink Kubernetes Operator 这个组件，去弥补这样一个社区的功能的一个缺失，让用户更好的、轻松的去体验 Flink， 去专注于业务的开发，而从而避免繁琐的部署的这个维护流程。然后这里下面的话是 Flink 这个 Operator 的一些发展历程，然后因为最近 这三天也更新了一下，发布了1.6版本，所以我在明年讲前也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给加上去了。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Operator 是从2022年的2月开始由 Flink 2012提出的，那个时候社区并没有说像 Operator 这样的一个项目，它只有一些第三方在非 ASF 基金会下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一些厂商的一些项目。然后从它刚开始 描述的这个包括部署、作业跟踪，以及到后面的1.0版本，就是一个生产可用就绪的版本，以及直至现在的最新3天前发布的1.6版本呢，它已经支持了我们的 Autoscaler 自动伸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话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自动调优的一些原理。 在此之前呢，社区其实为什么是需要这个自动调优的这个组件呢？首先，第一点，社区会经常收到一些用户的一些对实时作业的一些资源率的一些诉求，希望社区推出一个 Flink 资源自动调优的一些相关组件，因为从降本增效的这个角度来看，当用户配置的资源过高的时候，会导致资源的利用率过低，从而实时作业的成本会比较高， 无法合理的利用云原生的技术。当用户配置的资源比较低的时候，又容易导致作业的吞吐量低，作业产生被压，然后消息延迟会很高，从而导致不稳定，从而再进一步的引发一些作业失败啊、多次重启啊等等的一些稳定性问题和其他问题。所以基于刚才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介于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一个平衡点呢？下面我们从这个 DS2 的一个思想上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答案。DS2 它是一个思想，它具体跟它的实现机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从这个左图上面可以看到，它能够动态的去监测我们的资源配置，以及是一些流状态的一些参数，然后我们做出一个 Scaling Manager 的一个监控系统，然后去采集这些指标。 然后采集完这些指标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调优策略的计算，计算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调优计算发送给我们的资源调度器，也就是 job manager， 然后去向 Flink 发送一些伸缩指令的一些程序。然后从operator 1.4版本开始呢，就已经集成了这个 autoscaler 这个模块，为用户提供这种云原生的自动调优功能。 这样用户就可以更加方便的去做这种自动调优和这种资源利用率的这个工作。
然后在自动调优这个模块里面呢，它主要有包含了两种的一种处理规则。然后我首先会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种，就是基于利用率的一个缩放。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旁边的这个公式看到啊、这个如何去调整这个算下游算子的并行度。然后呢，通过这个公式的计算每个顶点的并行度后呢，我们可以对 JobGraph 进行一个便利的修改，使每个顶点的输入距和真实输出率与真实的处理率相匹配，然后用真实的输出率除以处理率得到的每个时间单位内可以输出或者除以多少记录来归一化顶点真实处理数理的办法。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在降低或者增加顶点的并行度的时候进行实时的速率预测。然后第二种的话，主要是基于数据积压的方式去进行计算的。然后这边我们左边也可以看到这个计算公式。然后呢，这个积压它主要分为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首先先去监测积压的这个情况，然后打比如像我们的数据源一般都来源于卡夫卡，然后我们可以监测卡夫卡的一些指标，然后去了解它一些数据堆压的一些程度。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设置我们的目标的积压的阀值，然后根据我们系统的一些性能以及是一些业务的需求，去设置一个合理的目标积压阀值。当数据超过这个积压值的时候，就意味着数据源读取的速度就已经不够快了，我们就需要考虑去扩展这个Flink 的这个并行度。然后第三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计算公式计算出新的并行度，就是一旦这个数据积压超过了这个目标的阀值，我们就需要调整数据源的一个并行度。这个公式也在这旁边。然后我们调整之后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数据源的并行度的速度也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增加或减少这种积压的一个情况。然后通过再次监测去调整这个并行度后呢，我们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去监测，不断的去调整。然后根据DS2 的这篇 Free Step of Unit 的这篇论文的情况，就是这整个的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其实最快的情况要三次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对，刚才介绍完一些就是说自动调优的一些原理之后，下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动调优里面的一些细节。然后我会通过这一个案例给大家展现出来自动调优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幅图，它展示了两个从不同数据源读取数据的一个案例。我们假设我们每个算子的利用率都要达到100%，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图 source 一每个时间单位能够读取10条记录，然后下游的 map 和 filter 算子为当前20条记录速度去处理的话，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个算子当前的繁忙程度为50%。同时我们在下游我们还需要对那个 sync 做一些 join 的操作。然后我们再看 source 二每个单位能够读取50条记录，并且下游的算子以50条记录去处理，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出它这个繁忙程度为40%。然后我们对这些繁忙程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呢，当我其实刚才那个就是刚才的那一部分，其实是我们正常的业务，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业务肯定是有高峰或者是低峰期的，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业务特点。所以说当我们的业务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遇到一些业务流量洪峰，例如像我们游戏行业在零点的时候会刷新一些游戏道具啊，或者是一些任务啊等等的一些时候呢，在没有自动调优的情况下就会触发 Flink 的一些反压机制。然后我这里呢就把这些业务假设放大10倍，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游就需要对这些节点进行一个扩容或者是伸缩的一个操作。然后我们 source 一本来刚才说的是20条嘛，然后我们现在扩大5倍的并行度后，我们才能进行避免一个反压。然后对应下游的 map 和 filter 算子，假设我们以算子利用率100%去计算，我们需要扩容2.5倍才能满足数据的这个时效性的要求。然后由于下游的 sync 的真实速率是200条，但是我们实际处理速率就是处理的速率最后经过加工后输出的只有20条，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算子的节点触发一个缩容的一个操作。
然后通过我们刚刚的一些计算公式去计算出这些比例因子，然后去调整 source 端的一个摄入速率，把所有顶点的一个并发度都对它进行一些对应的调整之后，就如左边的这幅图之后，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Flink 的资源利用率其实是已经比较均衡了，然后它能够达到真实的速率传入数据的速率相匹配，从而达到资源利用率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两大过程，第一个就是扩容的过程。然后扩容的过程中呢，如果用户配置了某个作业的一些目标利用率的一些百分比，例如我需要某个作业的一些顶点的利用率保持在60到80，其实这个顶点就是指我们的一个算子吧，就可以这样理解。然后 Autoscaler 在 Operator 这个模块呢，它就会根据用户的一些配置，使所有的作业顶点的一些输出速率在目标利用率与它下游运算符的一些输入的速率去做一个匹配，从而达到一个扩容的一个过程。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个计算公式。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例如像我刚才举的那个游戏的一个例子，对吧？大家到了凌晨4、5点都不会再去玩游戏了嘛，一般情况下。然后这个业务的一个负载的洪峰其实就已经开始逐步去退去了，然后数据的受量会进行减少，然后 Autoscaler 这个模块就会根据利用率去调整各个算子的一些并行度，然后匹配当前的这个数据处理效率，从而达到一个充分利用云原生的这个特性，就是能够快速的弹性的释放资源。但其实大家听到刚才的方案，其实大家其实以为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方案，其实是不然。在这个方案里面，其实也暗藏了很多的一些问题。例如像刚才我们最核心的一点，修改并发度为例，在这个作业平台或者说 operator 启停的一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将原有的作业停止，然后再提交新的作业，然后在等待新的作业去部署给 K8S 调度的时候，去拉取的这个过程时间会比较长，然后从而导致业务出现断流，而不能7×24小时的运行，这样在某些业务场景下面是不可以接受的，例如像风控场景或者是一些业务比较敏感的场景，例如像游戏里面常见的大家对吧喜欢开外挂对吧这种反外挂的一些操作，那它是不能够允许业务出现断流的。那这种情况下，那应该去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社区在最新的 1.18 上面就会提到有一个 Flink 291的一个这样的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呢，它主要是通过 REST API 接收一个作业，并且更新这个并行度的一些上下的一些可以说是 bounding 吧，然后基于当前作业立刻做一次 checkpoint 之后，修改新的并行度，并且拉起新的作业，而这个过程呢是不需要重新的去启动整个 K8S 的这个 schedule 的这个流程的。所以说这种方式的话，相对于以前的这种传统的停止作业、拉起镜像，然后再部署 Flink 作业的这种方式呢，会节省掉一些启动的一些初始化的一些时间成本。然后目前的话，这个在 Flink 31、316这边预计会在 1.18 完成这个工作。然后呢，它开启这个工作，就是这一个特性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首先第一点，那因为这个功能呢是在 1.18 的流作业上面，所以说大家现在还没发布，需要自己自行去主干分支去拉取编译后才能够进行尝鲜。而且在3天前发布的 Flink K8S Operator 1.6 版本中呢，已经实验性的支持这个功能了，也欢迎大家试用。然后同时的话，它要是那个流作业，而且要开启 Adaptive Schedule 的这个模式，然后才可以去使用的。然后在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个红色画圈圈的一个叫做 Web UI Core， 然后它在这里会在 UI 层面有一个加号或者减号，可以比较方便用户去直接手动的去点击触发这个 Core 或者说容的流程，同时社区也有提供对应的那个 REST API。对，然后在结尾的话，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Flink 社区和 Streampark 社区的一些小伙伴正在进行关于自动调优和 K8S 云原生部署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
首先从 Flink 社区上面来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291这个支持 1.18 原地作业重新缩放呢，其实这个工作已经快完成了，正在进行一些收尾，例如像文档的一些翻译啊，或是一些制造的一些工作。然后对应的同时还有 Flink 322的一些自适应调度程序的一些冷却的机制，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的那个 three depths of your need， 就是我们需要三次嘛，然后每一次中间需要有一定的间隔时间，不能让它进行频繁的一个调整。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也是为那个就是自动调优去服务的。然后还有一个 VIP 的一个334，就是说社区的话，现在因为这个功能只能在 KBase 上面就是去使用，但是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用大数据的时候，就都离不开 Hadoop 的这个生态。有一些小伙伴也想在 YAML 上面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说334这个呢，就是解耦 KBase 这个自动调优的这一块的一个重新缩放的这个能力，把它解耦出来，也给 YAML 的用户能够带来这一部分的红利享受。对。然后第四部分还有就是改进 operator 的一些作业回滚的一些机制，以及让它更加稳定的一些判断一些条件。然后从 Flink 这个更大的一个层面来说呢，现在 Flink 2.0 正在社区讨论中，然后云写老师呢，他也最近在讨论一些 roadmap，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这个 Flink 2.0 的一些开发的一些工作。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 Streampark 的社区，然后 Streampark 社区呢，其实对这个云原生的部署也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工作，包括我前期也有一些参与。然后后期的话呢，我们会有台下的小伙伴，对，正在考虑重新设计100V2 版本的一个部署流程，然后跟 KBase Operator 的一个生态去进行一个打通。然后呢，还会考虑单独的剥离刚才说的那个 Flink 334的这个，就是这个 issues 去做一些自动调优系统的一些集成，然后扩展 Streampark 的这种能力，让大家更好的去享受 Flink 流计算的这个整个丝滑的一个体验。好，感谢大家的聆听。您的意思是，就是你们取到的那个 draw graph 是那个永远不是一。对对对，就是我们最后出来 draw graph 是一。哦，是这样的，就社区的话，它其实您之前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社区也有，就是有看到一些邮件列表说到，就是说关于 draw graph 这种调整的变形度，因为这个就是现目前 KBase operator 的这个能力，就是说它是在修改这个 draw graph， 它并不是直接通过说，哎，我直接对这个 draw graph 进行一个修改。像您刚才所说的，您把这个作业提交上去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 REST API， 就后续的291，把这个并行度进行再次的一个修改。其实无论你之前是否为一，其实并不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指标的话，其实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对，这个是真话，就是因为怎么说好呢？因为它 Flink 包括你像数据源，还有像这些，为什么它要需要这一套系统去支撑？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DS2 的那个思想，其实你可以回去看那个架，这里现在显示不了。就是它，你可以回去看 DS2 的那个架构图，它那个架构里面就必须有数据，就是数据源，包括Flink 的这一部分指标的采集的这一个模块。如果您没有这个模块，那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工作的。对。如果说我们如果想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就必须在这个作业，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
对的，对的。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吗？好，行，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细节或其他问题，那咱们线下沟通，谢谢大家。